李胜太狡猾了，奸诈，卑鄙无耻！妈妈，我吃。我也吃。嗯，好饿啊。生活公约，我妈和你爸回来之前呢，刚定一下工作。扫地、拖地、洗碗、擦桌子由李胜负责，做饭由李胜负责。同意这份公约内容的请举手。 我知道李胜的把柄，痛不欲生。你死了吗？一个礼拜了，不仅李胜没走，苏柔和妈妈也回来了。不道歉，接着占用。我受不了了。这是你做哥哥的态度吗？还有你，李胜也是你哥哥，我希望你有一个做妹妹的样子。做妹妹应该要什么样子？ 为什么在我跟丁峰面前不算事儿的事儿，在李胜面前就都算事儿了？你要替别人的儿子出头之前，先想想你为自己的儿子做过什么。哥，你说我们会不会被赶出这个家？那个法和你的屁一模一样，太恶心了。其实我只是想要丁峰。 还有你一样，有一个家，小弟。我相信我们可以一起爱你，一起爱你的孩子，一起爱这个家。 你就当他是来咱家的一个室友，名字叫二哥，是这样。